我们来做这一个，这个是第六个零件。啊、我们往回到过去看爆炸图，它是不是也是正面朝这边？是不是也是正面朝这边？没错吧？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草图，然后到这边来开一个新的图档，选 Part Design，那么给它一个新的 Body，那做一个草图，草图是前视图，所以是 XZ 平面。 那这个东西呢，是一个，是一个，它是一个问号的勾勾，这個、东西是一个问号的勾勾，所以我们看这个还是这个要来当圆心好了，是不是这边有一个圆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往下拉，那这边呢，你可以看到说，那里面这一个的直径是二十五，外面这个的直径是六十，那么它的距离是六，所以我们是不是画两个圆弧，对不对？ 里面这一个直径二十五，那你看一下这两个哪一个要挑来当圆心，当当这个当这个中心点，现在看起来是这个比较适合，因为等一下这个会会直接往下延伸到这边来了。是不是这里是不是一条线？所以我们以这里为圆心画一个直径二十五的弧。好，那我们开始来画，所以这边呢选一个圆弧，中心点在这里，然后拉过来。 你先不用，你这个跟这个这一个点跟这条线先不要接，它没有说接在一起。尤其是你如果这边放大来看的话，这个有没有接在一起还不晓得，所以先不要接。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是直径二十五，所以选它，shoot r 二十五除以二，所以它长这样子，对不对？那么下一个呢？下一个是。 直径六十，但是两个的圆心距离是六。好，所以我们来画另外一个，这个在这边，一样拉一个圆弧出来，这个的直径是六十。好，那我们看一下，他说这个跟这个的距离是六，就选 H 六，这样子。那么他现在如果说有线。 卡住的话，你就稍微调整一下，不要让它线挤在一起，看看不大清楚。那接下来这里是十五，这里是一个直径是十，这里也是线嘛。好，所以我们现在来来画这一段，这一段我们用聚合线来画好了。所以选这个聚合线，这样拉过来。你等一下接也没关系啊，先拉这样子，然后 M、MM、M M 拉一个圆弧，然后再拉一条线上来。 好，ESC 取消。OK，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的直径是十，这个的垂直距离是十五，所以呢，这个的直径是十。现在把这两个点接在一起，按 C 接在一起，这两个点按 C 接在一起。好，那这边这边没有标东西，所以我们把它设成是切线。 所以这一条线跟这条线按 T 就是切线，这条线跟这条线按 T 也是切线。哎、欸，这两个点没有接在一起嘛？所以按 C 把它接在一起，这样可以接受吗？然后呢，他说这一个点，这一个点跟这个点的垂直距离是十五，所以这一个点跟这个点的垂直距离是十五。 这样子，啊，这个是不是还在跑？是不是还还没有做完，对不对？先不管它，待会再来再来看。那么接下来这里有一个六十六，是不是直径六十六？这里是不是直径也是六十六？然后这边有一个直线，这样切过来，我们先做这一块就好了。 所以接下来这里有一个直线，你这边会有一个直线，所以我们现在拉一个直线过来，是这裡有一个直线，那这里的直径是六十六，这里也是六十六，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拉一个圆弧，那这一次这个圆弧不要用这个点呢，我们选这个起点跟终点。 起点跟终点跟圆弧点，所以这里这一个点跟这个这样子不是很好画啊、哦，所以要稍微调整一下。然后这个呢，shift r 六十六除以二，2, 是不是六十六除以二？哇，接下来这里呢，这里能不能这样子直接六十六除以二？2? 不晓得，因为看起来是不是这个圆直接接这一个圆呢？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线段是直线嘛？这个看起来是不是没有接直线，直接这样接？我们先做做看看，这样能不能收敛？OK，来一样画一个这一条线到这边，然后稍微调一下这样子。那这个呢，一样 Shift R，六六除以二，然后这一条线，这个跟这个接起来，所以这个画一个边。 接起来，把它这样接起来。好啦，那开始来做了。这条线跟这条线是不是要做切线？这条线跟这条线是不是要做切线？所以这一个线跟这个线按 T 做切线，然后这个点跟这个点接起来。OK，这里没有问题嘛？这个点是不是已经接起来了？所以我们这里跟这里做切线，按 T 做切线。 这一个线跟这个线也是一样做切线，按 T。现在这边，现在这边有没有写距离？现在这边没有写距离，但是他有说这一个点的圆心跟这一个点的圆心是不是距离二十二点三三？ 两个是同样高度嘛，都在这条线上面嘛。好，所以呢，来哟、哦，这一条线，这一个点是不是跟这个在同一条线上面？那你有两种做法啦，一种是从这里拉延伸出去拉一条那个那个什么参考线，另外一个是这一个点跟这条线有没有直接按这一个就是水平的拘束，这样就可以了。看你要怎么做都可以。那我们直接这样做。 这一个跟这个好这样子，不是水平距，这个线让它对在这条线上面，这一个点跟这条线也是对在上面，用这一个，这样是不是两个对在一起了？我移动给你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它只能这样子移，它不能够再乱跑了嘛，对不对？然后这一个点跟这一个点的距离是二十二点三三，这一个点跟中心点是不是二十二？ 所以它这个都有 constraint，它都有它都有距离的限制的。这里，这里跟中心这一个点的距离是二十二，是不是这个是二十二？那这里到这里是不是二十二点三三？所以 s h i f t H 二二点三三，这样。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 还还没有好，是,不是这个还有三个 degree，是,不是还不是完全图？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可以做让它变完全图。好，这一个点到这一条线的距离是不是五十？这一个点到这里的距离是不是五十？对吧？所以这一个点到这一个点的垂直距离五十，所以现在这个是五十。好，那我们看一下。 还有没有哪个地方？哎、欸，这里是不是还可以移动？这里是不是还可以移动？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地方没没做到？这里应该是中心点呐、啊，这裡应该是中心点，所以这一个点跟这个点是不是要针对这条线去做对称？我们来看一下啊、喔，这个点跟这个点还有这条线要做对称，这样子这样才对。 因为你看这一个，这没有列在图里面哦。你看这里是不是应该是在这里跟这里的中心点？好，现在剩下一个，现在就只剩下这一个了。有没们有看到这个还没有定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因为这张图哈、哦、没有画的很仔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哈。 是这一个点跟这一个点是设水平拘束，这样子，这样子是不是这个也是写的，这个也是写的？就这一个点啊，这一个点跟这个点有没有看到这样切起来是不是两个点是不是在同条线上面？所以这一张图看起来有点痛苦哦。它刚有两个地方是不是我们要用参产的方式才参得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写好，它没有标的很好啦。 那你说啊，画错一点点会怎么样？哎、欸，如果不要差太多的话，这个东西应该厂商也不会给你退货了，因为这只是一个勾勾嘛。我们这东西是不是画一个勾勾,能勾，能够勾勾到东西就好了？除非你这个开口的地方画的太尖，那个卡不进去。比如说你这里这里是不是勾着一个木棍之类，啊？不不是木棍呐、啊，一个圆圈圈的东西嘛。啊，你这个开口如果太小，是不是勾不进来？那这样子可能会有那个什么，可能会有规格不符的问题。 但是现在这样子看起来是没有嘛？因为我刚刚是不是这个点跟这个点是水平居住让它在水平同条线上面，这样是不是就完全居住了？好，这上面这一块这样子，那这样子做完之后，我们来长厚度，它的厚度是什么？厚度是十四，是不是一中心点？是不是一平面对称？我们直接把厚度长出来再说了。Close。 那我们斜四十五度角缩小，长厚度一平面对称，然后这里给一个十四，这样这个勾勾就先做出来了，OK 吗？那待会我们再来做底下这一个部分。其实现在你已经可以倒斜角，它这里斜角是不是斜二？你如果忍不住的话，现在已经可以先倒斜角了。我倒给你看，我这一个边砍出这一个边。 然后按这个斜角二，啊那这就改了呵。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一段，这一段哈、哦、很重要。你要看它的高度，这里到这里是不是二十九？那这个螺丝的长度这里是十五，但是这里有一个 R 九，是不是一个 R 九？可是它不可能是一个平的啊，所以它到最后是一个球球体。它最后是一个球体了、啊。那像这一段这个这一段，你看哦。 这里到这里是二十九，这里到这里是十五，所以请问你从这里到这里是多少？是不是二十九减十五？15, 是不是十四？是不是十四？对吧？那我们回到上面来看一下，上面这一块是多少？所以到上面这一块，你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直径是十三，是不是直径是十三？好，那怎么做呢？你先到这边来，选这一个面做草图。 这个时候，你们发现我们刚刚中心点跳这边的好处了，是直接在这里拉出一个直径是十三，这样就可以了，对吧？好，所以拉一个圆，直径是十三，是直径是十三，对吧？那么它的高度呢，是不是十三？长一个高度是二十九减十五，15是不是十四？所以来哦。 这一个，这一个长一个高度是十四，这样子。那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因为它这边，他有说这里半径是 r 二嘛，我们看这个导圆角能不能做得出来。所以选这一个这一条线，是不是这这条线是,不是导导整个的圆角，是,不是导整个的圆角，对不对？所以我们选导圆角二，哎，没问题。 是不是一导二的圆角没问题？是不是？好了，那接下来这里怎么办？接下来这边呢、哦？你看一下，它这边写说是 M 十二，所以是不是直径十二？对不对？那这一个的话，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怎么做呢？选正正前方，选草图，是,不是选择草图 XZ 平面。 好，然后开始做哦，怎么做呢？你看一下哈、啊，我们用折线，先选这样子，这样子下来，这样子，然后这边是不是圆弧？M M M，啊，是一个圆弧。那这圆弧一半到这边，然后再拉上来，这样子拉上来。按 E S C 取消。好，来看一下哦、喔。 直径是不是十二？所以是不是半径是不是十二除以二？所以这条的水平距离是十二除以二，是不是六？对不对？那么接下来这里呢？这一个点，立刻框架。这一个 R 九的圆心是不是在这条中间线上面？所以这一条，这一条，这个点要对这个线，所以 shoot all。 接上去，然后呢，这个半径是九，shoot r 九。但是它这边说有多余的约束，你按 shoot r 是不是马上跟你说多余的约束？原因出在哪里？刚刚我们做切线的时候，是不是这里有多多余的？这个是不是我们刚做那个折线的时候，是不是这里有一个多余的约束？你有没有看到这裡有一个多余的约束？是这个，这个是切线嘛？可是你实际上来看这里。 有没有说这个是切线？是不是这个切线的那个关系是多的？所以我们把它删掉，这个把它删掉。然后呢，这个 shoot R 九，哇，断掉了没关系，把这两个点接起来。好啦，那接下来呢，看着哦、喔。接下来是这条线的长度是不是十五？这这这个旁边的长线的长度是十五嘛？所以十五。 OK，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点跟这里接在一起？是不是？也就是说呢，来，我现在弄成是线框给你看，是,是这一个点跟这这个线要接在一起。我们先看能不能做参考线出来了。选它，选这个参考线，没有，挑不出来，对不对？那、啊、我们如果点这个嘞，哎、欸、呦，是不是这里有一个参考点？是有一个参考点。那所以呢，这个点。 跟这个线做这个拘束，啊呢，是不是就叠在一起？这个是不是就完全拘束了？这样可以理解吗？那做完完全拘束之后怎么办？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是这样子，所以大概这样子是扫一圈，所以选它扫一圈。我看，是不是垂直垂直的草图走？OK，这样子。 这个就做完了，所以你看哦，我现在用正面的看，是不是这边是这样子，对不对？阿、啊、刚，刚刚这个东西是不是完全拘束？这样可以接受吗？那就说，你可能会说，哎、欸，老师他，他他这边有这个东西啊，那是因为这个有螺螺纹嘛？有螺纹是不是才开始长这个形状出来？啊，我们现在没有用螺纹，我们就直接。 就让它一根就好了，这样可以接受吗？好，做完之后，一样斜角度缩缩小，然后呢，存起来，存成什么？存成 Tocola 第六个，是不是这第六个零件？把它存起来，这样子，这一个勾勾。这个勾勾就做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第八个零件。第八个零件看起来是一个对称的零件，但是你们注意这里有一个洞。有看到这里有一个洞吗？好咯，那我们跳回来看第八个零件的图。第八个零件的图长这样子，啊，这里有一个洞，在荧幕上，在我们草图里面，它的位置是在右边。可是你要注意一下。 你如果实际上装上去的时候，它是不是在外面这一侧？是不是在外面这一侧？不是，因为它只有一个洞而已嘛。你是,不是只看到一个洞，所以一定是在这边嘛。那怎么做呢？我们看一下，首先是一个直径二十六的圆，厚度是一。那么接下来是直径四十五的圆，哎、欸，这个厚度是三。 然后中间这里又是一个直径二十六的圆，是直径二十六的圆，这个厚度是十八，然后它对称，有看到吗？那像这种图呢，你要怎么画比较好？你第一个你可以第一种画是你可以用切的这样子画，有没有？画这样子一面出来，然后让它扫一圈，这是一种画法。另外一种画就是一层一层长。 是不是这里画一个直径二十六的圆，长厚度一公分？啊，不是，不，不，不是厚度一公，分，厚度1 mm。然后现在直径四十五的圆，长厚度三点 mm。然后接下来又直径二十六的圆，长厚度1八 mm。再直径四十五的圆，长厚度三点 mm。然后再直径二十六的圆，长厚度1 mm。这样了解吗？那你要怎么画，随便你。我是一层一层长出来的。你如果要用切这样半圈，然后画那个。 画那个草图有没有这样扫一圈也没关系，反正有两种做法嘛，对不对？那我们来开始画这个图，一样开心的草图，开心的 body。那要选这一个草图，那这个是前视图，xz 平面，这样。那接下来就画一个直径是二十六的圆，所以。 选这个东西，shoot r 二十六除以二，是二十六除以二，关起来，长厚度一就好，就长一个厚度是一。接下来在这一个面，再继续做草图。那它的直径是四十五，所以四十五的圆，圆心在这里，shoot r 四十五除以二。 就直径四十五，然后关起来，厚度是三，是厚度是三。那接下来再点这一个，一样再做草图，直径是二十六，厚度是十八，所以是二十六除以二，所以直径是不是一样是二十六？然后长一个厚度十八。18 没错吧、啊？是不是？继续这里做草图，所以这一题其实步骤比较啰嗦一点了，但是不会很难画。这个是十五除以是十五除以二，对不对？是十五除以二嘛？然后厚度一样是三，嗯，关起来，厚度是三，现在选这里做这个草图。 那么一样是这个二十六，厚度是一，二十六除以二，然后呢长一个厚度是一，做完之后斜角度看一下，就长这样子。其实也不会很难画啦，很快啦，是不是一下子就画了？也不算很难画啦，好啦，我们现在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角度是不是？ 跟你在主力图的这个角度，这个跟这个能不能对得起来？这里跟这里是,不是能够对得起来？它现在是不是正在这里要挖洞，跟这里要挖洞，对不对？那我在做模型的时候，曾经跟你讲过，我们做模型通常是先长实体，接下来看是要先挖洞或是先倒圆角，有的时候是先挖洞嘛，有的时候先先倒圆角嘛。那这一题不需要倒圆角，是不是只要挖洞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个实体做完之后，待会就来挖洞，把这一个洞挖掉，跟这一个洞挖掉，那这一个零件就做好了。OK，好，这边有一个方框十五，所以它这里呢十五乘以十五，15 15, 然后挖一个洞，挖贯穿。所以我们选这一个面，那么做草图，拉一个矩形出来。 那么这矩形的高度是十五，宽度也是十五。那么画好之后呢，起始点、结束点、对称点，按 S 是不是做对称？这个都做过，这其实很简单啊，这张图不难的、啊。挖洞，通过全部，是,不是挖挖贯穿孔，这样是不是挖掉了？ 对不对？那么下一个洞呢？看一下哦，我们看一下主力图，下一个洞是在这一个面，是不是靠近这一个面？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斜这个角度，下一个洞是不是在在这一边？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选这一个面来做草图，但是你现在选这个面做草图的话呢，它就没办法。我再给你看一下。 是不是在外面这里，对不对？可是你选这一个面当草图的话，在这里嘛，是不是看不到？因此我们要弄成是线框，弄成线框了。啊，弄成线框之后呢，我们来看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哦、喔。这个洞呢，直径是三，它的圆心距离最边边这里是不是六？是不是？ 好了，那我们现在来挖挖一个圆呐、啊，直径是三，那这个 shoot r 三除以二，输入三。那这个距离这个是不是六？圆心嘛，距离这一条线的距离是不是六？那我们开始来找看能不能画参考线出来啊？选参考线水平的有没有办法找到？不行嘛。那垂直的呢？是不是这有找找到这个点？所以这个点跟这个的,的距离是不是六？好，按 E S C。 这个点跟这个的距离是六、啊，啊呢？哎，说这个为什么倒过来？不用管它，好，是不是挖出来洞在这里？你看斜四十五度角，这样子是不是这个洞在这里？是不是？再看一下，直径是三嘛，所以我们点一下，所以半径是不是一点五？那现在问题来了。 这一个图是不是上面也挖穿，下面也挖穿？挖穿，所以你看哦，我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如同现在选贯穿，这个选挖洞，就变成一平面对称哦。然后呢，通过全部，好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洞有没有挖穿呢？这样是这个，所谓一平面对称不但可以上下都长立体而已，挖洞也是上下一起挖了，还在不？ 啊啊呢！這你这个图是不是这样子，我好是长这样子。它看起来跟这一张图看起来跟这张图是不是一样啊？是不是？这样有没有 match？形状跟方向是不是可以对对应了起来？没问题吧？好，没问题的话，这一题存起来。第八个零件。 这样，第八个零件就做好了。接下来是第九个零件，这个第九个零件的左边跟右边没有对称，但是有一个地方没有变的，就是说这个圆洞有没有，也是靠外面这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九个零件它的那个图面长怎样。 有问题，不是这样子的，是十五乘以十五的方块。OK，好，接下来这里，你们看到这，他这里又做错了啦。你赶快，一架架接一起圆柱哦 m 哥一架架下十四啊，他是不是要写 Y 十四？所以这张图有问题，我们一边画一边修，没关系，那就修吧。所以这里是，呃、欸，直径十四的圆，长厚度是多少？七点五嘛。 那么我們旋转过来，点这里做草图，那么画一个圆，一样，直径是十四，啊，十四除以二，那么长一个厚度是七点五，所以呢，长一个厚度七点五，这样子，这样是不是看起来比较跟他的图一样？是,不是看起来比较跟他的图一致？ 其实我都觉得这个不对。你看这个，这个应该也是十乘以十。然后，唉我我还可以这些海星。另外，这里是十是乘以十，因为它四个角是不是都在边边？我们这样子画出来，是不是这里突突超过去了？这张图有好多个地方要修。我画到一半，要回去修前面这一块，好吧？删吧，修吧。所以你现在知道这种东西。 有些时候他挖一个洞给你跳，好吧？所以这个东西呢，来我们涨厚度，一平面对称是十，有没有十？10是不是才才对的这个，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这个东西呢，涨厚度是五、啊，对吧？涨厚度是五嘛？所以涨厚度五，接下来这个东西涨厚度是十五对称。 应该是十五嘛，所以涨厚度十五一平面对称。好，那么下一个这个是七点五，在这个东西再涨厚度七点五涨回来。啊内，对一下，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正常多了？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正常多了？是不是比较像这个了？所以它这个乱标啊，好吧，乱标的话我们就不要管它了。那这个是十、哦，我这边尾这里，间呢，我这边个尾尾个五对过来改，还十，還還還還啊、10, 然后长厚度是八，所以应该是十乘以十，长一个，这都唔是记得框框了啊，我今天就还习惯。点这里来做草图，长一个框框，十乘以十。 一零，10, 这里也是一零，好，那么起始点、结束点、对称点，然后呢，长一个厚度是八，大你看差不多。 这个就，我把它放大一点，你们看到这有一个 C，然后 C 这里写说它是长这样子，R 零点五，有看到吗？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怎么画？我们把这一个东西一样画侧面，然后扫一圈。所以你看一下这个部分要怎么画哦，因为它这里跟这里对齐嘛。 所以，是不是这边这个也是十四？是不是这边也是十四？但是这里直径是，这里直径是十嘛，对不對,对？啊，这里 r 九，是不是这里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要怎么做。我们点这一个，然后到这个测试图，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做草图。 YZ 平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做这个。首先是、欸，诶我看下怎么做比较好。先这个拉起来，然后这边呢，MMM，这个要要这样子，这实在是超难画了。 哦，就拍我我狂我我我我这边待会再来画好了，然后这边这样子，mmm 这样子，然后这样过来，esc 呵，接下接下来我要要我哈，来按 esc 这两个点接在一起，c 接在一起，这里我直接来画一个圆弧，这里到这里，然后这样子。 好，然后这里跟这里接在一起，这里跟这里接在一起，这里 shift r 是一，c 嘛，是 c，哦，零点五，不好意思，重重新修正一下，f 的 r，呃，零点五，一除以二了。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点跟这里接在一起嘛，所以一样叫出参考线出来。 好，这个点，这两个接在一起。C，那这一个点跟这个线要在同一个平面上，所以选这一个，这样子。好了，那接下来这一个，这一个是不是圆心？啊，这一条线为什么是歪的？这里跟这条线也是接在一起，这里跟这条线也是接在一起。这个是九，shoot R 九。 下代，一加加个高永切线了，我要把这个切线删掉，不然你又会发神经了。这里 shift r 九，然后这两个按 c 接在一起。好，还没完，我们现在这一个跟这一个两个要做水平拘数这样子才會同一个高度。然后呢？ 这一个点到这一个点是不是十二？所以这一条线的长度是十二，h 十二。啊呢，是不是这样子就完全土了？完全土之后，来哦，斜角度来看是不是长这样子？算几咧？少几咧？水平草出头。啊呢？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勾勾？ 我们看，这裡有一个沟，有一个圆沟。嗯，OK。啊，呢，这个零件大致做完，还没全部做完了、啊，因为你还剩下这里有一个洞要钻。啊，这一个洞呢，是不是离这个边距离是六？我就一次把它做完了啦，因为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操作啦，所以，先看一下。好，我们这一张图要钻洞之前，一样，请你也是倒回去偷看一下我们的。 那个洞是不是由上往下？那个洞是,不是在这里，从这里这样子挖下来，所以，所以这个洞的圆心离这个边边是六，然后这个洞的直径是三，跟刚刚一样，所以选这一个草图，做草图。那么这一边哦，这一边哦，挖一个洞，它的 r 三除以二。 直径是三嘛，然后这里离这一个是不是六？所以我们做参考线出来，参考点好有这一个点跟这个的距离是六，这样是不是完全堵了？完全堵之后，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一样挖洞，通过全部是贯穿的。 OK，这样这个就做完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他这个图面没有，他这个图面没有做对，我我会被他害死。你看这个十十四也不是十，他也不是线的距离，这个应该是十 i 十四嘛。啊這，这里这这几个方块全部都不对，这几个方块全部都是距离而已。方块是这里啊，方块十啦，方块十五啦，还有这里也是方块十啊，是不是方块应该要打在这里？ 我应该没讲错吧？呵，得高的零件，所以一边画画一边要帮他修图。来，存起来。第九个零件，刚刚画好第九个零件，现在画第十个零件。那一样，我们先来看爆炸图。第十个零件是不是短的朝里面，长的朝外面，然后圆洞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到后面去看第十个零件，这这个零件快画完了。我们今天把第十跟十一两个零件画完，下一次再来对付十二个零件。但十二个零件在画之前我，我们我们要先来画水管。好，你看一下，短的在里面，长的是不是在外面？所以这边的话，直径是八，厚度是八。所以来要开始了。所以我们现在开新图档，开心的 body，新的草图，一样。 xz 平面，好，那这边呢，画一个圆，直径是八，厚度是八，所以是 r 八除以二，然后长一个厚度八，8, 这样子，看一下，直径是八，厚度是八，没错吧？那么接下来这个是直径十五，厚度是五，这边写这个是五嘛？在这里厚度是五，啊，放大一点来看。 所以这里是直径十五，厚度是五，所以继续画，选这一个面。等一下，我看一下，好，没有错，选这一个面做草图，画一个圆，直径是十五，OK，关起来，厚度是五，选择选厚度是五。 那么接下来这边呢，一样直径是八，厚度是二十六减八减五，5, 所以呢，这里做草图，选这个东西直径是八，我们找一个厚度二十六减八减五。 所以长厚度是二十六减八减五，5就这样子是，是就这样子。那对一下，对一下哦，往前面去对一下。我们的形状跟这个形状是不是一样？那接下来是不是这要挖圆洞啦，贯穿？ 对吧？没错吧？是不是这一个形状？现在这一个形状跟这个模型是一样的。那我们再回头过来，这里变直径是二点五了。那么它的中心点距离这一个边是三点五。看到吗？这里是不是直径二点五？然后中心点距离这一个边是不是三点五？ 好，所以呢，我们怎么做？先到这里，由上往下，由上往下，在这边画。那做一个草图，这个是 x y 平面。那么我们画一个线框，画一个圆圈圈，是的 r 二点五除以二，2, 这是它的直径嘛？对不对？那它距离这一个边的距离是不是三点五？ 输这个三点五，所以呢，先做参考线出来，参考点出来，参考点在这里，所以这个点跟这一个点的距离，哇，我这么厉害啊，三点五，来嘛，三点五嘛，哦，这次都不用输入哎、欸，太好，我可以去签乐透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不是这样子？接下来挖洞，挖对称，通过全部。OK，再把它变成是实体，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在这边？我们用这一面来看一下，是不是在这样子？那你再看这一张图，是不是这样？那如果说用斜角来看，斜角是这样子，你用。 你用这个来对，是不是都对得起来？在画零件的时候，不要只看一张图，你最好是连爆炸图都一起对，不然到时候你在兜的时候，你如果都没有来看这个，你到时候兜的时候发现你圆洞打错边，打到这一边来，那个时候就累了，懂不懂？所以我现在是不是画一个零件就检查一次，画一个零件就检查一次？哦，啊，不要偷懒呐、啊，偷懒到最后装不起来，还是自己倒霉，要再重修。 好，所以这个呢存起来，这个是第十个零件，所以存档。第十个零件，来，我们来看第十一个模型。第十一个模型其实不难画，但是方向要对。我们赶快切回来看一下它的爆炸图，它是不是这一个面朝上，然后这个是水平的，是不是？所以待会你在画的时候。 待会儿你在画的时候，你这一个面要先把它放平，然后再去长厚度。草图、前视图、x g 平面，那么一样画这一个这样子，这样子，然后画圆弧。所以你开始面如果选错的话，就非常非常的麻烦。C C。 C，这个把它接起来。C，这个点跟这个圆心也 C，这里跟这里也 C。好，这里是水平拘束，这一个跟这一个设 equal，shoot r 这多少忘记了？二十四嘛，所以二十四除以二，十二。然后这里，这里到这里的垂直拘束是十五，然后这一个跟这一个。 对中对齐这一个对称，这样子。那做完之后，斜角度，掌厚度，掌。二十六对称，所以一平面对称二十六，26, 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选对面的话，就后面就不用搞那么烦麻烦了啊。选错面的话就很麻烦啊。你选错面画你的模型，到时候要去主力的时候也是很伤脑筋的、啊，所以最好就一次就做对了。 下一个的这个对称长度是三十二，那我们来放大一点来看。我们來看这一块，这一块他说里面这一个直径是十四，然后长一个厚度是三十二的圆柱，有没有看到？那像这一种题目呢，你不要这边又长，这边又长，这样很累。你现在选前视图有没有？直接做草图，是不是 xz 平面？ 那做草图有一个什么好处？它是不是就在正中心？好，坐在正中心的话呢，我们现在给它选这个线框哦、喔。来，直径十四，所以我们直接做一个十四，所以选个 R 十四除以二，这直径十四嘛，对不对？然后长厚度一平面对称多少？三十二，再确认一下是不是三十二？所以呢，三十二，那做出来之后就长这样子。 他就一次搞定了，这样是不是比较方便？就从中心点，然后往两边长。那下一个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这里有写一个说是 M 十，然后它是五十五。那我已经跟你讲说，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是用那个用那个圆柱来代替了？那这边有一个倒倒一个小小的斜角，你们看到它的模型这有倒一个小小的斜角。好，所以我们一样把它做出来，一样选前视图。 做草图，XZ 平面啊，这个时候呢，一样选择是线框，它是 M 十，所以直径是十，Shift R 十除以二，对吧？是不是？直径是十，厚度是五十五，是不是这个五十五？那么关起来，长厚度對，对称，五十五。 好了，就这样子。那接下来这边跟这边各各导一个斜角，按 Ctrl。这太扯，这可能导零点五就好了、啊，可能导零点五而已。他这边没有写啦，我记得他这边没有写。我看一下，哎、欸、呦，他说这个都零点五，有没有看到？倒斜角是零点五。 好了，那最后中间这里挖一个洞，直径是十三，挖一个贯穿孔。那待会这里也是倒一个这个斜角，所以我们选这一个面做草图，然后挖出来，直径是十三，啊，十三除以二这样子。Close，挖洞，通过全部。那我接下来这一个边转过来，Ctrl 选这一个边，是不是两个边都选起来了？ 然后倒斜角，点五。来，这样看一下，这一个形状跟爆炸图跟这个形状有没有一致？再对一下，我把这个放大一点来看，这比较小。这个形状是在这边嘛，对不对？ 跟这个对对看，嗯，这个跟这个，这个跟这个形状方向是不是都一样？是不是？好，那这个零件可以储存备用了，所以这个是第十一个零件，储存十一，OK。